c c Plus FM 新州主编点新闻。 那么这个月份呢，十月份，我觉得算是一个考试的月份吧。就是除了月中 S,、嗯、<S P M 的学生呢，他们即将要面对这个考试之外，那十月份呢，还有另外一项考试，就是刚过去的这个 P T three。不过呢，很遗憾的，今年又再爆出了泄题风波。是 Christine，我想问一下，嗯、呃，你觉得有哪一年是没有发生这个泄题的这个事情？呃，我觉得其实好像几乎每一年都会听到对，几乎我们是每一年都是面对这个听到这个。 这个泄题的这个疑云啊，嗯、或者是说这个真的是真实在发生，嗯嗯、像今年的 PT t 可以说是是更就是算是非常之离谱的，嗯、就是说几乎我看好多个科目都是发有这个面对这个泄题的问题，嗯、那么到底这个问题是？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是那其实呢，我觉得说什么原因造成的，可能就是利益关系吧，又或者是可能家长们呢还蛮就是重视这个学生们的成绩，导致可能补习中心那一边呢也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压力吧？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、嗯、是？那么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说，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就想看说，就是说这个泄题到底是谁会去泄这个题呢？嗯、那么肯定就是涉及的这个利益的这个相关者。 那么就是，其实从这个教育部到学校到这个教呃呃补习中心、嗯、<哼>老师，可能都有不可推诿的这个责任。嗯、为什么？就是这考考题为什么会泄露？肯定就是从这个圈子里面露出来嘛。嗯、那么为什么会有人要去泄题？而且年年都在发生，就是说有这个市场，这个市场有这个需求，就有供应了。是。那么其实讲到泄题风波啊，我们都知道呢，嗯、就是它每一年都会发生。 生嘛，对不对？对那今年呢，就有一名家长就透露了，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呢，嗯、他就表示说，其实他孩子就读的那间学校呢，是没有学生去投诉的哦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是共犯，对，所以没有人就是愿意去做这个投诉的事情哈。而且呢，最主要的就是啊，同学们其实他们都不想要重考，对呀、啊。所以你刚才说没有人要投诉，这个没有投诉并不代表是没有问题，嗯、而是背后是更大的问题。 问题出现、嗯、就是说，哎，怎么整体的学生都有这样的问题嘛？嗯、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说，我想回到一个原点，就是问题又是出在哪里？那么就是说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最大的症结就在于我们大人，大人做了给孩子们做了最错误的示范了。嗯、因为你们跟孩子说我们要达至一个目标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经过努力，嗯、我们只要走捷径就可以了。嗯、那么这个泄题的事件就是。 就是这个一个很好的例子，甚至我看到有考生说，他只要背答案，嗯嗯就是就可以进去作答，而且是一百八先准确了。那么，我们的学习的目的到底又是什么呢？是因为呢？其实我发现到，就是每一年呢，这个泄题的事件都是会在发生的。嗯、但是，我觉得真正值得我们去探讨还有去思考的一点，就是呢，现在的学习好像已经变得不快乐了，仿佛好像只是为了考试。那考试它的真正意义又是什么了？好像大家都已经完全。嗯 不去太在乎的那个感觉了吧？虽然我们现在的教育部一直在说针对教育改革，包括提出什么高思维的这个思考啊，嗯、什么这种方式，可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就是，就是当马来西亚还是离不开、嗯、<哼>走不开这个。 应试教育这个制度的时候，嗯、这种泄题的事件，追求成绩好和坏，肯定是年年都在发生。嗯、即使我们就回看，就是像现在我们的考试所，所教育部规定，学校不能公公布这个考生的成绩，嗯嗯、避免学生之间比较。嗯、但是我们扪心自问一下，嗯、这个比较的现象到底有没有好转呢？可能是背后是更大的这个竞争呢？是因为呢？嗯、如果没有竞争的话，怎么会出现这种泄题的情况呢？对不对？我觉得。 但是可能如果说些呃学生本身他们就算不去竞争都好了，他们只想快乐学习。但是有时候往往你想升一层的话，像是家长啊，或者是老师们啊，或者是甚至到校方，其实难道他们就没有一个比较的心态吗？当他们有这个比较的心态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把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希望就加注在这个学生的身上了。是啊，所以你看这个泄题事件到最后，学生们追求的并不是说我到底会了多少，嗯、而是我为了。 考了那一张漂亮的文凭，嗯、跟这个大家有所交代，他觉得他的责任的就完成了。嗯、可能你现在去问很多孩子，你学习是为了什么？<是>他们可能跟你说，嗯、<哼>我只是为了考试。嗯、那么你真的学的东西，你有吸收吗？他可能跟你讲，嗯、哦，我考完试了，这些东西根本对我没用。好，我要自首。其实呢，我也是那一个，就是考了之后呢，到现在你问我以前考过什么的话呢，我基本上真的可以很老实的告诉你，我已经忘记了。所以我就说，我们问问我们的孩子，<laughs> 现在你的学习。 快乐吗？嗯、老师，你教的真的是快乐吗？嗯，好，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来呢，继续的会有新周主编点新闻。